黄捷最近脸书抛出两张照片，关心路平政策。两张照片标出路平纠察队出任务，人行道破坏，骑车骑得冰冰冰冰，似乎要转成路平女神。为什么一年多前看起来路平灯亮水沟通是不值得一提的这个施政的内容，现在却要特别去成立一个路平纠察队呢？你是不是拥有严重的双重标准？那我觉得这个黄捷议员根本就是。 政治的风向仔，护航仔，黄捷把政绩抛上脸书宣传，证明自己真的有在为民服务。但陆平纠察队系列照却引来部分网友批评，说黄捷也是拷贝猫一只，不是在笑韩总的陆平政策吗？结果勒，陆平不是里长的工作吗？不管是在韩市长的时期，还是到现在，陈市长的时期，其实都还有改善的空间。所以我也会，不管是谁啦，都是希望可以再。 要求他们。陈市府从韩市府接棒陆平政策到现在，似乎还是有很多路段凹凹凸凸，引发民怨，转向向议员来澄清。不知道陈其迈市长有没有听到黄捷的陆平喊话？在去年十八亿的预算到六月的时候，这剩下3600万，所以我跟中央争取了23.7亿的预算，那我们会加快整个陆平的这个计划。 陈其迈上任后曾经宣誓会把录屏做得更有品质、更快速，是不是真的？市民感受似乎没赶快。记者梁振煌、世云高雄报道。蔡政府关中天，言论自由已死，新闻自由已死。请立刻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